这个就是姓韩的，人家都叫他韩先生。这套底片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拍到，我知道他也是你们少林门徒，后来背叛了师门。这儿就是你要去的地方，是一个很远很远的海岛。这个海岛唯一允许外人出入，就是三年一次的武术邀请赛，所以希望你去一趟。我能活着回来就把证据交给你。开始。哎呀，还手的。Thank you.